ヒラの昔はヤクザじゃないけど。欢迎大家收看今日的每日餐时，我们家的每日餐时间啊。今天是我们家四口，然后现在去跟丈母娘去集合一下啊。哎，好黑呀、啊！在伊势神宫附近吃个中午饭，现在在路上出发。这小老弟和丈母娘来了，找到两个苦劳力啊，可以帮忙抱孩子，可以帮忙哄孩子。哎，感觉好，感觉好。刚才那两个和尚是不是和尚算僧侣吧，他们是做就是化缘的，在那地方等着你给他们就是钱呐、啊、修行的一种吧。这有各种各样的小零食小点心，应该是有很多都是以前的做法的一些，就保存到现在。他们熟了吗？本当に。ダメだじゃん。めっちゃ好きなんや。あ、ごめん。尤其里边这个肉是松板牛，然后里边放了土豆，外边放了面包糠，炸的。可乐饼，我们现在一起来吃中午饭。想了一圈，丈母娘想吃烤肉，所以我们来吃烤肉。中午回去我老婆开车，所以我就来瓶啤酒啊。生瓶的啤酒很少喝，因为扔瓶不好扔。小孩又开始闹人，所以一个人分了发个手机，带个孩子出来旅游真的是太难太难太难。我想给他一个完美的童年，但是他们给了我一个完美的一天的各种心酸大家都懂了。好了，肉来了。这是墨西哥的西罗西的时候，这什么什么什么部位我也不知道，反正看着不错。我就想都是酱双肥牛啊。他们这边还有一个，我就想我家这个中午饭的时间，如果他的得意你走走他带呢，我慢味道真的很好吃，就是我选的脸面有点硬。这肉超级软的，软软软。小老弟干了两碗大白米饭，吃不下肉了。那肉，因为我没吃白米饭啊，肉我就多搞点吧，勉为其难的。みんなこれこれやばい、これこれこれ絶対やばい。ここめっちゃ柔らかい。やら、柔らかい。何言った？柔らかい。何言った？どうしていつも柔らかい。切れちゃうみたいな。日本人。小老弟的日语说的不对吗？どう見てもカンボジア人。カンボジア人。あとミャンマー。说来说去，小老弟原来不是日本人，原来。森崎ウィンでしょ？柬埔寨。お腹いっぱいになってくれたら食べれるんやけど。なあ。え？もう食べれるこれ。食べれる。お腹いっぱいなんで食べれる。トシちゃん、あんたのお母さん言ったこと聞いた？お母さん言ったこと聞いた？お腹いっぱいやけど食べれるんやけど。お腹いっぱいやけど。お腹いっぱいやけど食べれる。いいことや。なんか美味しいことだよ。いいことちゃうよ。ヒラの昔はヤクザじゃないけど。誰がヤクザ？ヤクザじゃないけど、みんながコメントこの人が昔ヤクザ、そっち系列のこと雇ったみたいな感じでコメント来とる。なんで？だから水木さんはなんかもしかしたら。そのヤクザ系のお嬢さんなんて不良間違いだって不良じゃなくてヤクザ。喜欢视频记得你的点赞、评论和转发。拜拜，记得一定要来个长按点赞键，来个强烈推荐。拜拜。